朋友们大家好，今天是礼拜天，我们昨天去看的那个 MoMA 那个票今天可以用，所以我们来另外一个 MoMA 来看一下。这座楼是以前的公立学校 PS1， 现在待的这个位置是长岛市。这边因为是紧邻东河，所以这边的地产发展的特别好。现在就是这个 museum 的入口了，进来以后他们这儿还有一个 courtyard， 从这个 courtyard 可以直接走到他那个主楼里面。夏天的这个 courtyard 应该很舒服，今天比较冷，不好在雪已经停了。这是他的主楼了。这个老房子的整体的建筑结构都保留到现在。这些画都是同一个艺术家做的，自由落体。mural 画的挺有意思的 ，kind of dark。